对啊，胡凤其实算是里面在台湾也是时间会比较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算是目前在台湾今年是第五年。第五年，但是你的中文非常的好。我还好。你当时你的中文是在自己的国家学的？对，因为我在土耳其念完两个大学，一个大学就是德文系，一个大学是就是那个中文系。中文系。所以我在土耳其也是学中文的时候，我的朋友们都是台湾人，所以他们就是介绍给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、很漂亮的地方。他们在介绍的是台湾教育很好，那个教育博士班一不然我可以在这次研究方面的那个意外，我现在的方面就是在演艺圈发展，就是脱口秀表演。2010年在香港国际脱口秀第二名，对啊，代表台湾。所以他土耳其人代表台湾。没有啊，因为对啊，因为我是最 OK， 我是土耳其的，可是我非常爱台湾呢。因为听说你就是为了你的表演，所以你还学魔术。对，我最近开始学魔术。你真的在走小众的路线吗？哎呦，小众的嘛，小众的是可怕，我的更可怕。到底是什么精彩魔术比小众还可怕嘞？哇，你学那个就好了嘛。因为我以为 OK 不能回头，因为到处都是不能回头。OK OK OK， 好了吗？好，这些不要看到，真的没有看到，好了吗？给我，没有问题啊。你们要那个，相信我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因为魔术师是不是骗的人呢？现在的我希望的是教你的 card， OK？ 好，注意看。什么？注意看。看什么？交到了你的卡，你的卡是黑心六。也许你的卡在里面，可是如果你的卡不是黑心六的话，我们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下台吧。大家注意看，如果我编得不好，小众要离开台湾；编得很好，他还是要离开台湾。注意看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看到了吗？哎！哇！